怎么回事？舅舅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就是个骗子，我真不认识他。我后悔，我不一定会干成这种。我跟他说了吗？他说他不去，那就别让他吃饭。我姑父是个明白人，他肯定会站在我这边。姑父，我同意了吗？菜也撤了吧。小心。哎，别！我还有我爸呢，我毕竟是他的儿子。他是不是不敢去？嗯，宋柯。